装了一回，装了一回。装了一回，那怎么已经？那怎么已经讲过了？讲过了，讲过了。有没有跟把那个装的什么东西跟什么？讲过了，讲过了。换了，换了，哇哇哇！客服有没有？哦，行了行了，谢谢杨颖。我靠，非常的小专业。行了行了。我操，然后飞的那个，它感觉像水一样的。现在2020年刚是，刚刚那个，它现在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们刚刚了解就是。